开启遇见大运，品味天赋，港澳台青年。2018年，我落地成都创业，我将一整层的办公空间画上了熊猫，以此寓意回家团圆。港澳台青年朋友来到成都，我都会邀请他们来我们所在的熊猫基地打卡。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熊猫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圈养熊猫相关的一些知识